在这一边有一个学生，他有13.16米的挖压，然后他要把它分成的几个那个正方形，然后在这边他告诉我这前面的3个正方形，他问他可以 form 多少个正方形，所以我他要 form 这个正方形的时候呢，我其实用的是它的 perimeter，所以我的 a 呢会是等于 perimeter of e 是4×4，然后它是16。然后我的那个 T2 呢，也就是我的第二个的 perimeter 47，然后28，然后我的 T3 呢4×10，然后它是40。So 这一个呢，它的 DE 呢是28减16，然后也就是12，这个是我的 DE，我的 D2 呢是40减28，也等于12。所以这一个它其实是那个 AP，然后它的 A 是16，它的 D 是12，然后这一个它是米，这一个是 cm，所以这个我把它换成 cm 的话，它是1316 cm，这个是我的 sn，所以我的 sn 等于1316，所以我的 n 分二 2a 加 n 减 ed。OK，会是等于1316。OK，好，然后我把这一个乘进去，这一个乘进去，所以它会变成月月16n，然后月月，然后加六括弧6n 括弧 n 减 e 等于1316。OK，我这一个 n 分二这边月6n n 减 e，然后我这一个再跟它乘进来，然后我再把我的这一个搬过来。OK。好，然后我就有16n 加 6n square 减 6n 减1316等于零，然后我就有 6n square 加 10n 减1316等于零，然后 3n square 加 5n 减，这个我都是除二除二啊，六二十二五二十六五八等于零，然后过后呢，我的这一个很大的号码，我就直接用计算机来算了。OK，然后第五个 equation，然后下来 quadratic equation，3等于5等于 negative 6五八等于再等于，然后14跟47/3，OK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由 n 等于14，n 减14，然后n 等于 negative 47/3。negative 47/3，所以它是 n 3n 加47等于零，这样。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 pretend 你好像有真正的在做。所以你的这一个是，你看这边就 3n square 咯，然后减52加47减没有减53减42。减42加47，5，对，然后减14×47，OK，这一边我的 mod e，然后14×47，然后它是658，对，减658。So 在这边我们 n 是 number 多少个嘛，它不是 negative 的嘛，所以这个是 rejected 咯，所以它答案是14个咯，OK，然后我要 check 的情况之下呢，我怎样 check 啊？我的这一个n 等于14，a 等于47/28，d 等于12，然后我的 s4 等于14/2，然后228加13/12，OK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14/2，然后我就有14/2，然后乘括弧2×28加13×12，这样。1484，哎，1316，等下，2a 加 n 减 ed 28，14/2，然后14/2，2a 加 n 减 ed，d 是12哈，d 是12，哦，好奇怪啊，16a 是16，哦，这边我放出来这个是16。这边是16，
13.16cm，OK，也就是13.16米，跟这个是一样的。OK，好。